目的地在您的左手边。
蓝天白三屋目前现在请示店员登店员公寓的时间是5点到8点，因为前天就有人在找不到鞋，就是有人可以穿错鞋完成所有的行程，我觉得就很神奇，但真的会有用。你睡哪里？1202。那我就是第二天再还就可以了。第二天再还我。
晚四点钟出去。卡片，一个，两个，大哥给我了吗？三个鸡肉了哈。OK，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叶。在欣赏完影片之后，希望接下来的解说也能帮助到即将前往登山的你。在这之前，记得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哦。奇莱南峰又称奇莱主山南峰，海拔高度为3358公尺，百岳排名第41。南华山又称能高主山北峰或能高北峰。海拔高度为3184公尺，百岳排名第76。两座山因位置相邻，所以大家通常将两者搭配起来连走，合称奇莱南华，也是台湾最容易亲近的百岳，非常适合新手的路线。这次是从藤原登山口出发，经光披八表到达南华山和奇莱南峰，单趟约21公里，再从奇莱南峰回登山口约16.1公里。总共约37.1公里，从海拔2000公尺到达奇莱南峰为3357公尺，高低落差为1357公尺，总爬升约1700公尺。要走奇莱南华路线，就需走能高越岭道。大部分人会从西段的登山口进入，也就是屯垣登山口。登山口附近有几个小型的停车场，位置不多，所以建议早点到才会有停车位。之后再从登山口前会有管理站，需提供住宿证明和入园证即可进入步道。在能高越岭道最有名的就是三个封闭区，分别在0.3公里、5.5公里和4公里处。行经此三个地段要特别小心且快速通过。但是我在5.5公里的大封闭发生了一点小插曲，就是因为我的空拍机因为没有开避障，而撞到位在封闭路段中间的树丛和栅栏，所幸是没有坠落山谷，不然这次的影片我想也就没有公开的画面可以看了。但是也要谢谢两位好心的夫妻，在封闭路段停留，并从步道上观看我捡回空拍机的过程，一方面可以帮助我指引空拍机的位置，一方面也可以留意我在封闭上是否有危险。真的非常的有惊无险。从登山口至天池山庄，步道全长约13.1公里，上升约860公尺，全路段皆为较平坦的路面，所以机车及小货车都能通行，通常负责运出山庄的物资和载运受伤的人员移动。不过能在台湾的高山上发生人与车会车的场景，我想就属这里最特别了。隔天凌晨从天池山庄出发，大部分的人会先去奇莱南峰看黄金草原日出，不过我逆向而行，先到达光披八表看完日出后，再往南华山的方向前进。而从光披八表到南华山约2公里的路程，需上升且将近400公尺的高度，一路上有很多假山头，所以会让你以为已经快到了山顶了，结果却还有下一座山头，挺累人的，但是也是挺有趣。不过在这段路较少有人走，所以一路上建筑林丛生，且坡度较陡。如果你是下山的话，一定要留意好自己的脚步。从南华山到奇莱南峰间没有太困难的地形，不过过了天池后会有下切到塔罗湾溪头的源头，这里的活水非常的清澈，也非常适合在这里做饮水上的补给。之后就会开始上切往三角点，中途会有一些岔路，左边偏较缓为自制路线上坡，右边较陡但路线较短，最后即可到达奇莱南峰三角点了。这次非常感谢在封闭协助我捡空拍机的夫妻，
以及在奇莱南峰上提供我行动量的 Lily 和她的男朋友，让我感受到山友之间的温暖，也祝福大家登山平安愉快。住宿及入山入园申请，首先第一步我们要需要先申请天池山庄的床位，需到天池山庄官网做登记，申请注册成为会员后，可在60天内申请。进入官网后，先登录会员账号，点击订单查询后，在左侧栏位选择第一个山屋及营地申请，将网页往下拉后，选择你想申请的日期，点选同意后开始填写申请个人资料，即可送出订单。之后会在住宿前30天的下午3点进行系统中签，如果中签就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缴费即可。如果未中签的话，系统会在住宿前5日至29日期间，每天下午3点将针对空余床位或营地抽签，并将抽签结果以电子邮件通知申请人，也可至申请网站查询抽签结果。那也因为候补是用抽签来决定的，而不是依申请时间来排序，这点跟候补排云山庄有很大的区别。所以天池山庄用抽签候补最大的好处就是，就算你是在住宿前5日才申请，也是有机会可以抽中山屋哦。第二步则是申请入园证文件。能高越岭步道于2020年开始已经不用申请入山证，不过你会走奇莱南峰的话，因为属于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的范围，所以需先至台湾国家公园入园入山线上申请服务网做申请入园证。选择太鲁阁国家公园后，接着登山主路线我们要选择奇莱，次路线则选择奇莱南峰。登山天数只能选择一天，因为这天就是你要经过奇莱南峰的那一天，通常都是在登山第二天的日期，而路线规划系统已经预设好了，下一页就填写基本资料就可以送出，等待审核入园申请即可。饮食的话，这次住宿天池山庄3天2夜，于第二晚我有付费搭伙，如果你需要订餐的话，可以在确认申请到山屋后，至2860 Cabin 网站上订购餐饮，选择自己喜欢的套餐或是单点，或是睡袋也可以在这里租借。结账前需备注住宿订单编号，或单工者可备注单工日期后付款完即完成订购。另外，如果你是自助的话呢，山庄设有自助区，会在大厅后门往厕所方向有半露天式的自助区，可自行携带食材或炉具在此炊煮。那器材的部分，这次的登山装备我一样是背我的神秘农场的军用 3-day 突击包，公升数为33.8公升，空包重量为2.1公斤。那这次的摄影器材主机一样是使用 Sony 的 A7S3， 镜头为新上市的20-70mm 巨镜，空拍机使用新的 DJI Mini 3 Pro 拍摄。这次遥控器有荧幕版本的，真的非常方便。而会选择 Mini 3 Pro 也是因为上次和 Craig 一起登玉山，并听他使用的心得后，就决心也更换我的 Air 2。且 Mini 3 Pro 的重量大大比 Air 2减轻很多，续航力也非常的强大。长续航的版本，电量将近可以使用到快50分钟。那这次装备整体重量含水约14.3公斤，摄影器材部分占了4.1公斤。好，那这次的故事就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留言说出你的感想，或是分享自己的经验。那我是阿叶，我们下次山上见，拜拜。